Hello， 这里是横滨八景岛海洋乐园的水族馆哦。啊，这个叫海狮，日文叫阿扎拉斯，有的很丝滑，感觉很厉害，很可爱。那这个水族馆呢，就在横滨市，然后往下大概开车20分钟的地方。这叫海狮哦，叫修奇，牙齿很长哦，游得慢慢的。那看动物通常都很疗愈，就是可以看很久。那就是这个乐园呢，啊，这叫 Panky， 对，圆圆胖胖很可爱。那这个乐园呢，就是除了水族馆，还有很多游乐设施哦。哦 ，Panky 有过来。对，你除了看水族馆呢，也可以玩一些它云霄飞车啊之类的。啊，这个不知道什么老鼠，胖胖的，一直挖土，是不是土拨鼠？然后这个我知道，这叫水豚君哦，日文叫卡比巴拉。对，啊，这个中文应该叫红鹤嘛，日文叫弗朗明孔。然后听说品种不同，羽毛的颜色就会不一样。对，好像应该在整理它羽毛吧。然后再来，这个中文叫浣熊，好像也不是，浣熊种类很多。我查一下，这叫雷扎胖达。喜马拉雅小猫熊是濒危物种，它这个是神秘的疗愈水母。然后最喜欢的海龟哦，感觉悠游自在又缓慢，日文叫ウミカミ。那它是在吃沙子吗？一直吃哎，对了，这个中文好像叫鹈鹕，日文叫贝利康，贝利康，这个西利康嘛，贝利康的哟，嘴巴很大。然后再来这雷扎胖达，站起来蛮高的，这个小猫熊，很可爱。然后它一直吃，一直吃，是属于胖达类嘛，所以是吃竹叶嘛。以上是八景岛可爱动物，那推荐来这边，相关资料我写在文字介绍内啦。